接下来第八位，得票数66867.5票，他应该坐在我们身后这个区域。他会是谁呢 ？SNH48 Team S2， 张宇阁。张宇阁，他的愿望简单而纯粹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，所以他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宇阁坚强哦，宇阁，这是开心的时刻，来，请站起来，好吗？来，各位粉丝给他一些掌声，给他加油，好不好？宇阁加油！来，宇阁，我们坚强一点，你这样粉丝也会心痛的。有什么心里话对所有支持你的朋友说？对不起，继续加油，来。